加入系统有剧本杀。我是施华寇，索菲娜女士忠心耿耿的仆从，我一定要替她找出真凶，先立好人人设，防止惹祸上身。我是戴，这里的首席雀粉姐，每天要照顾的客人太多，我不记得索菲娜是谁。首次发言一定得理直气壮。你是不是凶手？不是啊，你有病。这位玩家请自我介绍。我是 TT， 我是我谁来着 ？DM， 看似都正吧。又碰见了新手，这把赶紧结束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先从死者开始。你对我的索菲娜女士尊重点。我太忠心了，我太清白了。死者韧性很高，从垂感和卷曲度上来看，平时保养的应该不错，死因可以排除短发。我教你们这游戏怎么玩。那是当然，我每天勤勤恳恳地为索菲娜女士洗发，为她蓬松发丝，抚平毛躁，没想到她居然……我可太清白了。你说排除短发就排除短发，给我看看。我都还没搜呢，凭什么破坏我游戏体验？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吗？我的意思是别乱带节奏。哼，果然发现什么了。妈呀，我的推理不会翻车了吧，好丢人。果然对，是对的，啥也没看出来。接下来的搜证你们可以选择不公开，我搜一张我的。这条关键证据和我的任务有关，千万不能公开。神疾病诊断书，施华寇患有人格分裂。是的，我有两个人格，一个是洗发水，一个是护发素。游戏结束了呀，你是凶手。这还用推吗？不是我，我作为索菲娜女士的洗发水，质地轻盈，洗感清爽。我为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更加柔顺光滑，没有我她早就不在了。角色虽然黑了点，但无辜是真的无辜。也许是你另外一个人格做出来的，你不知道。稍等，我叫他出来。我是护发素，我直说了。一，我有 C18 蛋白修复毛鳞片，水解角蛋白填补发型。二，我有四重氨基酸配方与护肤剂成分加持，能有效减少断发。你们对我的怀疑纯属多此一举。哇，演得过瘾。你说是就是，敢碰他本子吗？你铁不敢。不是，你会不会玩啊？不会。我要公开一个证据，索菲娜女士被发现的第一现场是在枕头上，而不是在浴室。这也许能证明施华寇不是凶手。还得靠我扶车。一轮搜证结束，带我出来一下。其实索菲娜是杀的。那天凌晨4点，你俩在卧室看到的人影就是我。想要赢得胜利，接下来必须帮我隐瞒真相，并嫁祸给施华寇，否则我将除掉你，懂了吗？简单，这个好编。我不用翻本子都能玩5个小时。好刺激。可我没懂。我这有个所凶的关键信息，那天我在给头发做烘干，汪达、琳达、阿凡达都在，唯独没有索菲娜，所以她应该在洗头的时候就脱落了。我觉得施华寇就是凶手。你刚还说凶手不是我，怎么前后矛盾呢？你会玩吗？等会儿，凶手不是熬夜吗？你会玩吗？怎么会是熬夜呢？根本没这个角色。你会玩吗？他不是熬夜吗？刚跟咱俩说的，还让咱俩当帮凶嫁祸施华寇，你回途就忘了。